是到热浪岛是住在 Redang Bay Resort， 晚上的时候还会有 live band 的表演。昨天晚上看到非常非常精彩、非常棒的表演，觉得非常的惊讶。然后，当然门禁书有一个游泳池，然后他们种下的椰树现在也长大了。外面有一个非常宽阔的沙滩，对面有一个小山，你可以攀爬上去玩。离那个摸摸茶的那个场景也不会太远，餐厅在楼上，楼下是等待室。这里就是 Redang Bay 的住宿环境，旁边的椰树是他们搬进来的时候才栽种的，所以已经营业了二十几年。如果你只是想要去看那个海龟，还有去 Marine Park 的话，就打个电话跟他们说，一切就不用烦了，带你的泳衣来了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都这里都有。好兴奋哦！我们现在下去德罗马德拉潜水了，浮潜了。今天真的，怎么讲？蓝天白云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刚刚我们下水的时候一直看到那个水是非常的清澈的，而且是风平浪静。我们现在开始要下去看珊瑚了，就在德罗马托拉布劳德当。好多鱼哦。